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峰峰，在这里坐了，等那个砖回来，我们那边砖砌完这个砖回来，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咱们今天拉回来的砖怎么样？因为上两车拉回来的砖挺好的，断的比较少，这车看一下，我们等他回来，我们把这个卸车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看这个砖下来为什么会不碎，然后之前的为什么会碎这么多，是吧？有一个对比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等砖回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够时间我们再砌，我不够时间实在太忙了，咱们明天再砌。哎，发这个石灰，明天砌围墙的时候咱们可以用，他们砌那个化粪池的时候也可以用，凡是有砌到围墙的地方这个石灰都可以用。每次发这个烫得很，冒过汤。今天发，明天就可以用了。你不能当场发，你当场用不了的，要隔好久才可以用。你不能说，我不知道你是当场的。嗯。不要走啊！真的倒也得来的哦，没了，倒完了往前开的，他先倒完往前开。厉害，一车下来就看到碎了这一块，没了。这回够你搬多久啊？这里一个早上就搬完了，那里一车不是一个早上搬完了？有，来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拉回来的这一车砖，我好像走了一圈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，我目前就发现只坏了一块砖，这是奇迹啊，真的是个奇迹啊！砸一下，有点硬的吧？砸一下看，现在这个绝对有40斤一块，有水，有水的40斤一块肯定有。我不信，你来搬一下看。嗯，键盘侠来了，来了，他来了，键盘来了。放这些硬的，然后给砖看哪个重。你看，真的没有哦，这里还有一块，两块，这里崩了一个角。这里分了一块角，没了。那以前那些赚了很多。以前那些啊，也没也不多，也就赚个七八十块。啊，赚个七八十块那种。啊，对，我对你扛得动，一块砖都比你重。嘿嘿，你跟阿叔跳舞去。哎呦！哎呀，这一次的砖相当的满意啊，非常不错，证明咱们现在这个，咱们乡下面现在做砖的这个质量是越来越好了。刚才这么一整车下来都看到没有坏的，给这个砖厂点个赞。嗯，好，我们明天就拿着这一堆砖开始砌那边还有这边剩下的一堆，明天又开始咱们的搬砖生涯。哈哈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重哦！哎呦，哎呦。